在赏桐啊，你们看，一大片桐花。这里是我们上方的地方，那等一下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四月雪，走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直击突袭我们现场的花况有什么，然后那里刚好一个人，我们就问一下他好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哎，我可以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在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个油桐花。油桐花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境就是油桐花这样子？哦，因为我都在139拍那个重机的追焦。哦，所以是从139这样下来，對對對，来这里，然后就一路上看着桐花这样过来的。对对对。哦，知不知道还有其他地点可以赏桐？哦，有。哪边？彰化有挑水古道。哦。里搞挑水古道就是我们分院的挑水古道，那里也有赏桐的地点，对不 对？那你去过了吗？你去过哦，你已经去过了，所以你从那边过来就对了。对 对， 對。哦，我们的赏桐真的很漂亮。谢谢这位先生，谢谢你为我们分享，就是除了这个德兴社区这边有，还有我们的挑水古道也有，那我们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在地点呢是我们139县道，那这一条路呢都有一整片的桐花。来，小编，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人？我们去问一下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点。走 go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嗨，哎，我刚才跟你做梦姐，为什么你知道这有桐花可以看？因为网络很多人讲的，讲这开到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就慕名而来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说这是哪，你说这哦，这就139啊。哦，不错耶。所以你们就是为了桐花而来了这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好，那你们知道三山是哪三座山吗？不知道呢。我就是爱你这个答案，来，我跟你说。好。三山就是狮头山、八卦山跟梨山三座山。八卦山也有。啊？八卦山也有。有有有。这里啊，现在这里就是八卦山脉。八卦山脉哦。那梨山、狮子山。狮头。哦，狮头山。还有不是狮子山，是狮头山。嘿，好啊，你们尽情的想。享受桐花的乐趣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现在139的县道上的桐花，那我们去下一个景点吧 ，Go！ 我们这里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彰化市的福田社区，然后这里也有一大片的桐花可以来赏桐。来，右边照一下，它是白色的桐花，所以又称为四月雪跟五月雪。为什么是四月呢？因为八卦山这边天气比较热，所以会比较提前开，所以现在称为四月雪。那在我们的狮头山的部分呢，会称为五月雪，因为他们会比较冷一点，所以会晚一点开。那现在呢，疫情的关系呢，大家呢如果在家无聊的话，可以来走一走逛一逛也不错，然后看一下赏桐，看一下桐花飘落的样子。那这里以上就是我们所有八卦山的桐花地点，那大家就赶快来玩咯，拜拜。